逆转，逆转。Thank you.
也有在上班啊。他不然怎么会在分析过？八十三十二。对啊，正常来讲，顶多三千出而已。不可能扣那么多吧？不是，你怎么可能扣到四百？太多了吧？没有接近，不可能三千八。哦。扣一两。上周学有两次错误。人真好，哎、欸，你知道？你知道吗？没有。哦，他上，我上次跟他顶一场啊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你知道？你知道我们球经回去说看影片啊。有啊，他给我了。对，我知道，那我知道。还有最后那个决赛，他是踩到他，他不是我们的。哎、欸，如果他还在的话，就没有他还在的话，就没什么好打的啊。我超傻眼，我开赛秒很难开。好，因为那个、啊、给学长打，那是学长最后一场。你没看我连上场时间都很少吗？最后不是快被你追到十几分，我连上都没有机会上。是那一场知道给徐教练，那一场我就是没有要上。对啊，那是因为最后我会上，所以那徐教练五分毕业，那五分毕业不然我也不会上。不是后来就是哦，我无言。然后干，你是后来你第一节算超准的，对啊，之后就没了，累了啊！你一个人要扛五个，怎么可能？让我看到当下傻眼，你知道吗？看，应该是赢，应该是赢。你们那些很矮的那个，怎么被玩爆啊？被我们学长玩爆，是很矮的那个控卫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他整个被我们玩爆啊！他是也蛮强。他跟我同届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强不强。他跟我们那个学长，我们第一节不是有个学长外线也很准吗？他跟我们那个学长有吵过架，也是打球的时候发生的事。我是不知道。不然就来看上一场，简兆义、肖顺义，还有洪家豪，加的一线，加一线，双手暴扣两记，然后一个背后暴扣，然后两个地方。因为他是人家切入他不防，他是从后面跳起来。进球都先不要加分，先把他。好，然后等他球发出去。校的前三名可以去打一个叫秦，我只知道第一名有四球打那种副班的两小，那个太好小了。看，输了对吧？一样也是个杯赛啊，但是他的报名资格就只有前三名。我是建议你，他会很多队吗？没有报过，没有打过。还有没有这其他的？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太想打，不太想打。对，打就可以去合作。我们要
下礼拜原本两场早班，下礼拜是我跟你晚班。来，打球，打球！啊，我那想说换掉。对，到最后真的不行。看着两个吗？啊，我原本想要再来两个。两个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早晚班你都上。哦，可以啊。好悲啊！如果说到最后不行的话，然后叫你早晚班。哎，要球，要球！我们把脸弄成硬气的啊，就变成真的超难联络的。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联络的，完全没办法。加分，你刚才分数。